啊？因为我们的行照是抵押在当期，那但是我们都有正常缴，所以你们这边就算显示，应该我们也没有差。在你家在那边呢？所以通什么？没劳动啊？毒品？毒品？对啊。被检？还上面写毒品啊？还好。请跟我们讲一下战情。我们局员警于5日14时许巡逻行经学府路时，发现32岁蔡姓男子驾驶之四小客发出巨大引擎声，经查询车牌，该部车辆为权力车，因此上前拦停盘查。过程中，蔡男不断向警方解释车辆合法性，但经员警进一步查证身份，发现蔡男为新北地检发布之毒品诈欺案通缉犯，以及士林地检发布2件妨碍兵役条例的通缉犯，现场依法逮捕，警询后解送地检署归案。